双北抗争这一仗，大家也浏览了我的书是吧？那个大家看到那些这个章节的那些标题，就知道这个内容非常的庞大。那么这么庞大的内容，我要在两节课要把它解释完也不容易，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就重点的谈几个问题，好吧？那么1956年为什么会出现双北方针？那么在我的书里面呢，我希望大家看一看，我对这个背景呢有比较充分的、比较具体的论述了。这个我就不想花太多的时间，是吧？那么确实，我就觉得这个1956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双北方针呢，它就是这一年昙花一现，所以我说它有热烈灿烂的时光，却又迅速凋零。那么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斗争呢，也显示出它的复杂和微妙的特征。那么在这一点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作家还满怀着热情，是吧？知识分子大鸣大放，那么以为到了一个非常这个非常的这样一个自由的开放的一种时间，开始是谨小慎微，是吧？一点一点的，他觉得这个空间大，所以有过大鸣大放。但是很快随之而来的1957年就是反右，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1956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年，是吧？那么这一年，那么又有那么多的思想，有那么多的言论，有那么多的理论的讨论，同时呢还有那么多的作品，应该说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是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作品。所以这一年呢，几乎在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呢，它是一个非常另类的一年。那么当然这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我们后面再说。我在理解这一年的时候，我会有这么一种想法，或者说有这么一种态度，就是本来这一年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展开的话，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学，它会是另一条道路，它有可能是另一条道路。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学这么一个概念，它的规定不是本质性，它是一个历史实践的产物，甚至是很多历史实践的偶然性的产物，是吗？比如说1956年它是完全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假定说没有苏联的问题，是吧？假定说这个没有这个东欧的那些问题，它其实跟这样一些背景都是有关的。但反过来说，它本身也是因为苏联的解冻，是吧？也是因为苏联的解冻文学的影响，那么以及国内的这样一个政治经济的这些情况所造成。所以确实历史以这种方式来展开，那么历史最后走了这么一种方向，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就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学并不是本质性的，并不是在专制主义、集权主义这么一个概念底下你所能够概括，已经完成的相当的充分了，包括对私有制的彻底改造，那么这场深远的革命当然也要对知识分子这个思想的深处啊，要深入到他的思想深处去。那么大家也说1955年镇压了胡风集团，是吧？其实胡风集团同时有苏反，其实苏反当时也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斗争，当时的一些被打成反革命投到后监狱里面去的，以及这个对中国民众所构成的那种强大的家庭构成的那种强大的压力，那是非常非常大。这段历史在我们的这个历史教科书中是很少出现的，但是如果大家了解中国当代史，在那个年代经历过来的人，比如说像我母亲、我父亲，他们一谈起那段历史是不寒而栗的，所以大家会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1956年，那么会有这么一个要放开的这么一种渴望，是吧？那么其实呢，在经济方面也需要上一个台阶，所以1955年底的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拟定一项12年科学发展规划。所以毛泽东提出了一项12年农业发展纲要，
所以它也只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展开一场技术大革命。所以大家要注意，它把科学技术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上。那么一讲科学技术，就需要知识分子的配合。所以按照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状况，很难设想这个他们敢于发表自由创造的思想。所以党的领导呢也开始制定知识分子政策，所以希望呢能有一个更开明活跃的局面。这个背景呢大家要理解，就是说一种这样的1956年出现的这种情况，它是有它非常复杂的背后的这样一个情况的。所以1956年1月呢，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当时就是想赋予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平等的地位，是吧？大家知道知识分子一直是作为这样一个工农兵之外的，是吧？劳动人民之外的，要接受改造和教育的这么一个阶级。所以周恩来在这个里面指出，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可以被认为是值得信赖与依靠的对象。这显然就是双北方面得以提出的一个思想氛围。那么有几个关节点大家会要注意一下，就是56年4月25号毛泽东做的论十大关系报告，这个在双北方面的提出中是很重要的。陈伯达呢，他在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呢，他是做了一种归纳的工作的，那么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一般会认为5月2号这个毛泽东是正式提出这一方针啊，那么这里也有一段毛泽东当时说的话，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那么在当时这个思想是非常的开放的，是吧？就是说学术思想你是正确错误都可以说，不去干涉他们。但知道这是在1956年，是吧？50年代毛泽东有这样的思想，但是其中还有一句，就是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那什么叫做反革命议论，是吧？这个我们就很难理解。很长时间呢，这个我是一直到90年代初期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突然间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反革命。大家知道这个革命啊，这个要说起来这个概念非常复杂，演变得非常漫长啊。那么汉娜阿伦特的有本书叫论革命，是吧？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革命这个概念呢，它其实最早的它是用于天文学方面，是关于演化演变，围绕着一个东西演变。那么为什么会变成革命这个概念呢？其实革命呢，它最开始是和暴力这个关系联系在一起，就是只用暴力推翻一个王权，当时用于法国的大革命，推翻这个王权，它用了革命这个 revolution， 英文是叫 revolution。那么这种推翻它是带有暴力性质，是吧？那么革命本身它是包含着暴力和血腥。但是为什么这么一个概念它被赋予了正面的积极的含义呢，是吧？你比如说你推翻一个王权， 你就首先就说把这个王权要界定为是腐朽的没落的集权的，是吧？推翻它这个暴力才是合法，才是合理。那么法国大革命是因为它带来了民主和自由，是吧？ 它带来了这个东西，它是启蒙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种事件。所以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整个现代性的进程，它的思想，它的这些那种理念。但是革命它本身是包含了一种暴力，那么这种暴力它为什么它有这么强大的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所以这是我们很长时间天然的认为，不知道反革命还了得，我小时候文化大革命说谁是反革命，那脸都白了，是吧？达到反革命，达到现阶反革命，是不是？那个我插队的那个地方，原来有过这么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我经常因为上课上的太多了，讲过的故事又会重复，这跟大家要谅解一下。那么有一个农民，他去集市上，哦，这个故事讲过，讲过没有？买毛主席像没讲过吗？哎，这农民的爱毛主席，他赶集，他就买毛主席。买了一个毛主席像，买毛主席像呢，他拿一个绳子把脖子的勒起来。挑了就过那个大队部，大队部就被民兵营长发现了。民兵说：“站住！你怎么搞的？”马上就喊：“这个你怎么回事？”哦，他说：“我买那个毛主席像，我把它放在这儿，放毛主席麻绳，吊。”那个民兵马上喊：“打倒反革命！打倒现行反革命！打倒现行反革命！”所以大家会想一想，就是这样一种概念，它是怎么建立起来？在我们那个年代，觉得这确实是反革命，是吧？这太反革命了，把毛主席像挂起来，我们觉得把毛主席像用麻绳挂起来就是反革命。那么这个呢，结果他就抓起来判刑，判了15年的徒刑。那么比如说这些逻辑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觉得很荒谬，是吧？那么这是农民嘛，他不懂了，他是热爱毛主席，他才这么做，是吧？那为什么毛主席跟革命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呢？他代表了革命，代表了正义，代表了对他的亵渎，就对革命，对革命的亵渎，他不革命为什么不行啊？对不对？农民为什么要他革命呢？他而且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他不革命为什么不行？不革命就意味着反革命，或者把毛主席像挂起来，他就是反革命。那么而且革命和反革命呢，它的改变是非常迅速的，你会发现。那么同样的是文化大革命，也就到他的那个地方啊，当时是毛主席，那个时候叫公社，好多的公社也去，尤其到一个最革委会的这个主任啊，很年轻啊，那时候才30岁，非常革命，他这个身上都挂满了毛主席像的。那么他呢，就说现在认为他要提拔到县里面当革委会副主任，兼文武部的副政委。这个就非常先进了，所以就流行的最后停留在他的那个公社，到他那里吃午饭，吃午饭呢，那么主桌的就县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然后是他们就是在一个主要的桌上，然后其他的很多桌。喜欢大革命的东西没什么吃的，是吧？其实就煮一点那个，可能有一斤肉，那么然后就煮了这个十几锅，那么然后就是那个肉汤里面呢就漂了。一大碗的肉汤里面有一片肥肉，是吧？这就改善生活，那一个吃两个馒头，这就不得了的好日子。结果他坐在这个主桌上呢，大家端那个汤呢，要从那个大盆里面把那个汤呢挑到这个碗里面。那个挑过去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器皿都比较频繁，就拿一个碗，拿来掏那个汤。那个碗一掏，那个汤一掏过来，那个汤呢就滴在毛主席的脑袋上，因为主桌上要放那个毛主席石膏像。是吧？这表示对毛主席的敬仰。结果那个汤水就滴在毛主席满脸都是，这也很不好看。他呢，因为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了，他说：“哎，端起来，他说还是让他靠边站一下，因为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口头禅是靠边站，是吧？他就会说让他靠边站，端到旁边去。他本来出于好心，是吧？不要让毛主席那些流的汤水都涂满了脸，靠边站，就马上。”另一个公社的这个革委会主任就站起来，打倒王某某，那个人叫什么王向东了哈，叫王向东，打倒王向东，然后马上20-30桌的人全部站起来了，打倒现行反革命王向东，打倒现行反革命王向东，他本来是最革命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么一个行为，突然让他变成反革命，就说革命和反革命，他这个逻辑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他怎么会这么迅速？就一瞬之间，在刚刚几秒钟之前，他是革命的代表，他是那个被认为是7年中的最革命的，所以他要提拔，是吧？然后游行到他这个公社，那么就是因为他也出于好心，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那么现在因为也无法追究谁最开始把那个汤滴到这个毛主席脑袋上，是吧？
因为在座的都有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被忽略了，他觉得这个太难看了，他把它倒到旁边，结果他变成反革命。所以大家会觉得就是说这种革命的这种逻辑它是怎么建立起来，而反革命的逻辑是怎么建立起来，而且大家深信不疑，就认为这个反革命，然后他马上现场就被五花大绑，马上就把他捆起来，捆起来就送到公安局，公安局就判刑，当时就判了10年徒刑。就是说那个年代是以这种革命反革命逻辑它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说只有反革命的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的这句话，它其实还是留了一个尾巴，是吧？那么大家知道中国直到90年代才取消了反革命罪，我不知道是90年，大家去查一下宪法，查一下法律，就90年才取消了反革命罪，就是否则很多言论它被定为反革命言论，那你还是可以判刑的，大家理解吗？啊，所以我是非常幸运，是在取消了反革命罪这个之后的这个能够站在讲台上讲课，哈哈，这个是非常的幸运。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吧？今天我们这个党真是伟大光荣正确，是吧？取消了反革命罪，所以使大家的这个都能够言论自由，是吧？能够学术自由，能够放开来这个探讨学术问题，而不会动不动给你扣上一个反革命的帽子，是吧？在我们那个年代，你还是很危险的，你不小心你就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是吧？所以大家要珍惜今天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吧？这个珍惜这个和谐稳定的这样一个社会哈。那么大家注意，1956年5月26号，路登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做了这个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大家要记一下啊。那么6月30号，《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双北方针就成为科技界、文艺界的方针。所以我们现在到今天为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的口号。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呢，他们都是经常要做这样一种强调啊，我们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现在不再追究什么反革命议论啊，不再做这方面的，但是大家还是依然要牢记，是吧？我们生长在中国啊，还是要牢记我们的国情，是吧？大家说话呢，还是要符合科学，是吧？那叫科学精神啊，符合科学范畴，不要随便乱说啊。那么其实理论界的也有很多的探讨，这个呢我后面呢会有专门的论述，我就不多谈了。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呢，这个理论界呢，它本身也有不满，也有对这样一个唯一的现状不满，所以理论界有很多的论争，我后面有包括现实主义的论争，是吧？形象思维的论争，是吧？有这个关于美学的论争，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论争，这个我在后面会讨论。那么这些讨论呢，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文章，大家这个1956年有影响的文章，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也是显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个思想的活跃的一个氛围。理论方面呢，有何直，就是秦兆阳的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这些可能书上有笔误，书上有一些错误，大家注意一下啊。我这个可能需要校订的地方还不少。那么按照这个出版的这种规则是说1/1000的错误率是可以容忍的，但是我觉得书里面有1-2个错别字都很让人难堪了。还有陈勇的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钱谷隆的论文学是人学，8人，大家注意这个50-60年代啊，很多领导人写文章的都用笔名，是吧？陈勇用过这个杨恩仲，不知道他为什么用这个。王任树呢用这个8人，王任树当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刘少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那么钟殿飞的电影的我骨，
那么这些文章呢，都是对现实主义展开的论述。那么其中最尖锐的，当推何时的现实主义的广阔的道路。那么这篇文章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一下，我给大家推的参考书里面有洪子诚先生编的这个当代文学作品、当代文学资料选和作品选。那么资料选中呢，有这篇论文，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一些批评家呢，他也试图在拓展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方面呢，做出他们的努力。所以文学史在这一年呢，不只是有现实主义的讨论，还有关于人性论、形象思维和美学的论争，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关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就是说，其实呢，对这个阶段的、对这一年的思想理论和批评方面的问题呢，大家抓住四个要点啊，一个是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那么，因为现实主义讨论我是作为总体，其实现实主义讨论也会贯穿在这些的里边。那么，现实主义讨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讨论，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是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第四个是关于美学的讨论啊。那么这里呢，因为现实主义讨论，我们在前面关于现实主义源流这和胡风和周扬的斗争中呢，我们讨论过，所以。那么为了避免重复呢，在这里我就不再重提那一段，但是在这一年大家抓住理论批评方面的四个要点，就是现实主义问题、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问题、形象思维的问题和美学的问题。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呢，其实文章呢也不算太多，但是呢有分量的呢确实影响了非常大。这是巴伦的论人情，那么更加这个影响大的是钱谷荣的论文学是人学。那么这篇因为钱谷荣因为这篇文章呢被打成右派，那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右派啊。那么写这个人啊人的那个戴厚英啊，曾经是钱谷荣的学生啊，当时是他到台上批判过钱谷荣，因此他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呢也表示了很强烈的后悔。后来有点忏悔。那么关于钱谷荣的论述呢，在我这个书里边没有，是我后来这个补充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没有问题，我又把它放到我的博客里面去，好吧？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好文字版，充分的文字版，好不好？那么钱谷荣的论述呢，大家抓住几个要点就可以了，就是在文学的基本的定义上，他把文学的论古由反映社会客观现实改变为表现人为出发点，只有以人为中心把人写活，才能真正达到艺术的表现现实生活。所以在当时这种观点是非常大胆的，是吧？我们本来说文学必须为公共命服务，文学必须这个表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吧？那么同时呢，它要最重要的它表现是阶级性，是吧？阶级性阶级斗争。但是他现在说文学是人学，重要要表现人性论、人道主义。那么他把文学的基本的定义，把文学的任务改变为这样一个以人为中心。所以在文学的价值判断上，他认为的活生生的人物呢，决定了优秀文学作品真正的艺术逻辑。那人道主义的精神呢，这是作家可以更全面地表现历史与现实中的人物。那么第三呢，在文学传统的肯定意义上呢，他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呢，他做了一个他的一个概括。他认为只有那些表现了人的真挚情感的古典作品才能流传至今。那么第四呢，在对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体系的建构上呢，他认为人道主义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那么用人道主义的去贯穿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那些具有政治性的概念，他试图用人道主义去改造那些概念，所以他这胆子也是蛮大的。那么钱谷荣先生现在今年应该90岁吧，这个精神还很好。那么他这个人确实是本身的境界非常高啊，我有幸的和他这个见过他好多次。那么去年上半年有一次，我还跟他去年还是前年年底，我还跟他一起吃过一次饭。他精神非常好，精神非常好。一个是徐中玉先生，他
他们两位老先生，华东师大，徐瑞先生94岁，今年可能是95或者96。前年我们开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时候，他94岁，他主持大会，开幕式，精神非常好。主持开幕式呢，然后呢，这是上午，下午是小组讨论，他参加我那个小组，他一直坐在我旁边，然后一直听着我们发言。晚上改选这个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学会，他坐镇指挥，这个谁当会长，谁当副会长。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了，后来我想谁爱选谁选谁去，结果老先生呢还是双目炯炯有神，94岁，这个那么然后这个最后这个选终于选出来，这个所以然后他大家散会了，这个老先生这个非常高兴。